好的，现在时间是2点整。那接下来下一场的演说是 Research Data Repository and Wikidata 维基数据与研究资料储存库。来自李承真跟庄廷瑞，欢迎讲者。 Okay, hi everyone. My name is Cheng-Jen Lee from Academia Sinica, and today's my talk will be delivered in Mandarin.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今天的简报我会用中文，但是简报是英文的。The slides will be in English.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诶，好，今天。 这个题目其实蛮大的。那我当初我们想要提出一些新的 idea， 关于我们的资料储存库在使用 Wikidata 方面，看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应用。好，那简报档案可以从上面的 QR code 取得。那这个 talk 主要分成4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在depositar 也就是研究资料寄存所的 Wikidata 关键字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会对既有的这些 Wikidata 关键字的功能啊，讨论一些可能的延伸的应用。那包含第一点是从资料集的一些相关描述来建议，不是推荐，是建议更多的。 关键字，因为其实根据不同使用者，他的 Wikidata 关键字可能对于他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但是我们会试图建议一些我们觉得他可能会用到的关键字，就从 Wikidata 的 item 那边来。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 Wikidata 关键字的那些 Q item 之间的语义关联，那达成说。 其他跟其他储存库之间的搜寻联合搜寻。那第三个是Wikidata 关键字之间彼此的语义，有可能可以达到不同资料集之间的关联。好，简单介绍一下depositar。那 depositar 它的中文叫做研究资料寄存所。那它是2018年的时候成立的，是一个开放所有人自由注册的。 研究资料寄存的平台，那它是一个线上平台。我们是用开放原始码的 Ckan 这个套件为基础，然后再延伸跟扩充，开发一些延伸的功能。那到今年10月，我们有1900个以上的公开资料集，然后还有30万次以上的浏览数。啊，如果有兴趣，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可以连接到 depositar。 好，那关于这个 depositar 的 Wikidata 的关键字功能，我们是在2017年11月的时候新增这个 Wikidata 关键字的功能，那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它比 depositar 成立的时间还要早，那是因为 depositar 的前身其实是很多研究计划的内部的储存库，那我们后来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 开放给大众的服务，所以我们就把它对外开放了。那这个 Wikidata 的关键字是我们当初设想说，不同领域他们都会需要关键字的服务，可是我们从各个领域去收集这些关键字，可能是一个很旷日费时的工作，而且也是要持续进行。那不如我们就是去使用Wikidata 的 Q item。 来当做标注资料集的方式，那而且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 Wikidata 它的多语言，还有不断扩充的一个特色，来持续提供使用者更多的关键字，然后也可以做消除歧义的工作这样子。那而且 Wikidata 它本身有语义推理，所以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可能性，是用 Wikidata 关键字标注的资料集也可以 有推理到其他语义的可能。那在 depositar 的界面上面，就使用者可以从资料新增的时候，就可以在界面上面用关键字搜寻的方式去搜寻到可能的关键字。所以像他今天如果搜寻右上角的图那边搜寻台南的话，那就会从候选的清单上面得到这个有关台南的 Wikidata 的 Q item。那得到这些 Q item 之后，记录在它的储存库，成为 metadata 的一部分。那在显示资料集的时候，就可以在英文跟中文两种不同的语言上面都可以显示出这个关键字出来。像它这边就是台南，在英文界面上显示就是台南，那中文上面显示就是台南市。那这是另外一个在 depositar 上面的资料集的案例。那这是由也是我们中研院这个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林子浩助研究员他建立的一个资料集。那可以看到这个右上图这边，右上图这里它有标注了3个 Wikidata 的关键字。那包含说 soundscape 就是深井，然后benthic zone 就是海底生物界，还有 deep sea 就是深海。那我们也会把这个 metadata 发布成这个链接资料，也就是link data。那这个 link data 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 JSON LD 格式的 link data。啊，我们也有用语汇去描述它的关键字是这3个这样。那其实我们过去有在2019年的柏林的 WikiDataCon， 然后还有隔年在台湾的维基领域数据跨领域论坛上面有分享过上面的成果，所以如果各位有参加过这些活动的话，应该也有看过我们的发表这样。好，所以这其实是过去我们已经有的功能，就2017年以后就有的功能了。那所以这6年以来我们用了这个 Wikidata 关键字的功能，那我接下来想要透过一些统计数字来跟大家分享说，所以这个 Wikidata 关键字在 Depositar 里头的使用状况大概如何？那可以先看左半边的这个图，左半边这个图我们大概到今年10月为止，大概有525个资料集，就是不到30%左右有标注1个以上的关键字 ，Wikidata 关键字。那在这 27.5% 里头，8成以上的资料集都是标注4个或者4个以下的资料集的关键字。那其实这个也还蛮符合大家一般论文的方式，因为我们是研究储存库，那大家可能会把它跟论文的关键字把它做连结，那一般论文大概就是5个左右的关键字为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都差不多标这个数量，就8成左右都标4个以下这样子。那不过这当中也有例外，就是有一个右图有一个资料集，它标了16个 Wikidata 的关键字，那这样就是属于标注很丰富的资料集。那在所有有被Wikidata 关键字使用的 Q item 一共有差不多474个，就至少有被1个资料集所使用这样子。那有被最多资料集使用的关键字是如作图这样，那大概就是一些跟生物啊、跟政府啊有关系的。好，那如果我们去观察说这些被使用的 Wikidata item 它的 P31 就是它的这个性质的话，那就可以看到它的性质主要就是政府类的然后生物多样性类的还有学术领域相关的。那这其实也蛮符合 Depositar 上面资料集的样态。所以其实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你使用 Wikidata 去做标记的话，它是有机会可以去统计出一些储存库当中的使用的情况。可是呢， Wikidata 关键字在 depositar 已经用了6年了。我们其实有在想说，我们用 Wikidata 只用它来当关键字，之后呢，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可以拿它再去做什么样的使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我们目前设想到的3个方向，这样。 第一个方向是说，前面有提到，我们大概只有30%不到的资料集是有标注关键字嘛，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大概有70%左右的资料集是没有标任何关键字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用一些自动化的手段来标建议一些关键字，让使用者去选取。哦，所以它的 idea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标注任何关键字的资料集。 那我们想象上就是啊，那它至少它有填标题跟资料集的描述，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标题跟长段落的描述，从当中去用一些自然语言的 NLP 的技术去建议一些关键字。好，所以做法上就是这是一个 markup， 就是还没有实际做出来，那。 就是使用者他在新增一个资料集的时候，他可能会填写一个资料集的描述嘛。那当他填完之后，我们可能就是用网页 front end 的前端的技术，去及时的把文字做处理，处理完之后再去对应 Wikidata， 然后最后在那 Wikidata 关键字的栏位，本来他要自己用关键字去搜寻，但现在我们就下面就直接帮他。 建议几个说啊，你可能这些是你可以使用的，这样就可以提高他们对于 Wikidata 关键字的使用的意愿。好，那所以实际上的做法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先从一个长段落的文字当中，用 NLP 把几个可能的 entity 找出来之后，再去 Wikidata 上面去做match。 然后有 match 到的，我们就把对应的 QID 找出来，然后把它推荐在 Wikidata 的栏位下面。好，那不过因为其实 Depositar 目前大部分的资料集都是中文的，所以前面那样英文的情况其实比较少。但中文就有一个大困难，就是中文的NER 不好做，就是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不好做。那 不过，我们今年有请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实习生同学做了一个用 C-Keeper 中研院的 C-Keeper 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那发现其实目前 C-Keeper 的 Transformers 的效果还不错，不过 Transformers 它其实是跑在单机离线的状态下，那所以在一个线上即时的环境下面，它可能还会碰到一些。 比如说效能等等的问题。好，那第二个构想是说，我们 Wikidata 关键字在 Depositar 上面标注之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跟其他的储存库之间达到这个联合搜寻。好，所以这个 concept 我们是拿那个 reasonator 当做例子啊，就是像 reasonator 它就是结合说有 Wikidata 的资讯，然后还有 Wiki Commons 上面的图片，然后还有OpenStreetMap 的地图的资料，所以它其实虽然是核心是 Wikidata， 但是它其实 match up 很多不同的资料来源的资讯，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那所以我也觉得啊 ，Depositar 的 dataset 我们把它match up 其他的储存库服务。那连接的核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标注这个 Wikidata 的 Q item 这样。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就是首先我们可能要先去看一下说我们Wikidata Q item 里头的那些 property。 那这些 property 里头，比方说，P373这个 property 是连接到，描述说它在Wikimedia Commons 上面的图片嘛，相关的照片。那这些图片呢，我们像这个例子是台南南山公墓，所以它后面连接到就是台南南山公墓的图片。对，就是Wikimedia Commons 上面的那个台南南山公墓的照片。那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depositar 上面的资料集，它有标注说台南南山公墓这个 Q item 就是当做它的关键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经由这一个 Q item， 然后的 P373 这一个 property， 那再去维基共享资源，就是 Wikimedia Commons 上面去找它的图片，然后把那个图片把它放跟可能有一个额外的网页，然后把它跟 depositar 的 dataset 的 metadata 放在一起。 那我以下再举两个，也有用 Wikidata 的储存库的当做例子。那第一个就是英欧洲的 Europeana， 就是欧洲数位图书馆。然后他们2021年的时候就把他们典藏资料，应该是一部分，把它的 entity 发布成linked data。那这些 linked data， 它有把它定义出4种主要的命名实体，就是 name entities。 包含说有 agents， 然后有 concepts， 然后place 跟time spans， 就有这4种。所以说，如果还是以前面的南山公墓当做例子的话，南山公墓它的 P31 是性质是墓地，就是 Q39614啊，所以我们有这个 P31 的 Q39614， 然后它在Europeana 的 entity 上面呢，它也有 记载说啊，它其实跟它其实这个目的这个 topic， 它跟Wikidata 的这个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 API 然后去搜寻说它有没有同样的这个题目，就是从目的这个 QID 去搜寻，然后就可以得到说 啊，也是跟目的相关的照片。对，所以这边这个页面是说我们它有 API， 所以我们通都可以用 API 去串，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爬网页，也不需要去做其他的资料来源，我们只要做连接就可以了。好，那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物的例子。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资料集，上面标注的是马雅各，他是一个人物嘛，哦，所以有这个人物的标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连接到一些人物的资料库上面，像这是 Snake 这个资料库，那这个 Snake 资料库当中，它也有标注说Wikidata item 以相同的 QID， 然后标注说它是 same as 这个 Wikidata，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然后也透过底下的这个网址，透过 API 的连线，我们就可以把它串接起来，然后去连线到 Snake 这个资料库中关于玛雅各的人物的其他资讯，然后一并呈现。好。 对，所以这一样是可以透过 API 的方式去搜寻跟串联。那第三个构想是说，Wikidata 我们使用的 Wikidata 关键字里头，它有各自的语义，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它的语义之间来推论资料集与资料集间的关联。 那这边举一个这边有3个资料集，然后3个资料集各自有各自的Wikidata 标注的关键字就在下面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看第2个跟第3个，就是中间跟右边的资料集的话，会发现第1种最直接的关联就是它们拥有相同的关键字。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基本推论说啊，这2个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因为它们 引注了相同的关键字，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好，那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linked data 的 graph 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们其实就是共用了就是他们都描述了相同的 DCAT theme 的 property。好，所以我们如果通用 link data 去做推理的话，其实应该会比单纯的 match 更方便。好，那同样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看的是最左边跟最右边两个资料集的话，我就会发现说，哦，这个最右边这个资料集，它标注了一个 UAV， 就是无人航空载具。那它跟第一个最左边的资料集的这个航拍这个关键字当中，他们有一个关系，就是它有一个 P366， 就 hash 的有关系，就是 UAV 的用途是拿来做航拍嘛，其中一个用途。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 graph 的话，也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关联的。那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可以推论说啊，这两个资料集之间是不是有某一层就是使用用途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好，那以上说完了三个我们目前考虑的一些。延伸的方向这样子。好，不过其实目前都是很粗略的一些想法啦，就是我们还没有评估说到底可不可行，只是就是以我目前的研究的初步探讨的结果是这样。那有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就是虽然资料集有标注 Wikidata 关键字，但是它标注的那个 Wikidata 关键字的那个 Q item。它 property 的丰富度其实会影响到后续的使用，因为有些 Wikidata 关键字它那个 Q item 里头描述的 property 的 statement 实在是太少了，可能有的甚至只有 label， 然后跟maybe P31 就是性质，然后就没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之后想要做什么推理啊，想要做连线到别的资料储存库啊什么的，其实都不好做。对，那第二个是说，我们目前用 Wikidata 的储存库其实还蛮少的，就是我指的是说，它的储存库里头有某一个栏位去标注说，它跟某个 Wikidata 的 item 的 concept 的概念是相同的，或者说它像我们一样把 Wikidata 拿来当做关键字等等的这种，其实还比较少，而且亚洲应该更少这样。那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储存库有用 Wikidata 是一个特色，但我希望某一天，也许很多储存库都有用 Wikidata 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不是特色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串到更多储存库了。对，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在规划说，我们定期的把一些我们里头比较好的资料集。把它汇整起来，然后贡献回 Wikidata 当中。那也正好，我们去年有新增一个ARK 的持续识别码的功能。那因为在 Wikidata 要上一个 item， 最好还是要有一个persistent identifier， 所以我们就把ARK 的 persistent identifier 我们就会把它一并放上 Wikidata 上。那最后，因为我们想要做资料集之间的语义的推论，所以也许我们就也建立一个 WikiBase， 然后把目前 Depositar 上面资料集的 metadata 把它以 link data 的形式存在 WikiBase 里头，啊，这样就可以更方便我们可能跟其他储存库之间做语义上的推理。好，谢谢大家。那。不好意思，我再最后工商服务一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 dataset 打包成一个有 DUBIT Lab 的运算服务，然后所以就可以在上面有资料，然后也可以做运算。好，谢谢大家。谢谢讲者精彩的演说，那个服务感觉蛮吸引人的，我想买一下。好的，那现在时间是2:28，我们休息到2:35就可以先回到会场，2:40将会为各位带来啊问题。哦对，那对对，我先问。那问一下，有问题吗？对讲者的内容有问题的。抱歉，可以请教一下。因为那个资料连结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连结。可是，比如说你刚好提到南山公墓，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比如说我们资料连结到维基百科的，就是有关南山公墓的图片。可是我在想那个资料的连结背后，因为第一个讲者讲到从 editor point of view， 就说。 每一个资料都有看编辑者他的角度，比如南山公墓是比较有争议，比如说它是这几百年明清时代的坟墓。那台南市文化资产的一个单位，他们希望有一些民间团体希望保存，然后呢，里长啊或是市政府希望开发。可是当我们资料连结就是一个图片，然后对我一个连结者、使用者的角度，我会觉得说我就这样连结，可是背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图片，可。 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容易去找很多资料连结，可是我这样连结背后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像第一个刚才那个讲者讲到说，每一个资料背后都有一个编辑者他的角度。那南山公墓是一个，如果我们连结光一个图片，可是它我们会看不到背后南山公墓的几百年它的历史现在的发展是。 在台南市是很有争议，一直在讨论南山公墓的保存与否。然后我在想一个，不好意思，因为这样的连结让我想，比如说，俄罗斯不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半岛？那比如说我连接维基百科，克里米亚半岛的人口资料还是在2014年的人口数目，一直现在已经2023，所以很多资料我们的连结都它的更新速度没有到那么快，我们使用者如果不知道，就是一直这样连结。那连结背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各种问题，比如说文化的问题，像南山公墓，或者说它的资料有没有随时更新的问题。谢谢。好，谢谢这个 feedback 跟提问。对，就是我也同意说，甚至连 Wikidata 本身的撰写都有很多带有这个撰写者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主观的评论的，虽然他已经尽可能它是一个抽象的，只描述事实为主的，但是这个事实也是因人而异，你认为的事实跟我认为的事实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Wikidata 它做了一个我自己认为的一个精神，就是它。 同时接纳各种不同的看法，然后，所以他会用一些连接那个property 的方式去标说啊，它可能又被称作什么，或是它存在争议，就是它可能跟任何另外一个东西的描述上是有重叠的，或者是容易混淆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在 Depositar 我们之后要做这样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小心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放的时候，就是同时要把一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也把它放上去，就是说啊，我们是为什么这样连过去，然后连过去的那个资料，它也要带有一些基本的描述，说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面的描述。那对，所以感谢这个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就是这个是的确是要非常小心的，不然人家说、啊、我这个资料只有当初上传的时候明明没有这个含义，但是你好像帮我多做解释了这样，对，谢谢谢谢。好的，那请问在座的观众还有有各位现场的老师教授还有来宾，大家早上好，大家早安啊。那个我姓黄，我叫黄一志啦啊，我是创世纪世界国际联合国。 企业的组织的董事长，可能我的工作在很多的外交部啊，我们有办教育、医疗、媒体跟不动产。我跟老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维基百科它算是一个公开的那个讯息嘛，它公开讯息，比方说我自己去登一些资料去改啊，比方说我要编辑某些资料啊，可能有些可能事实，可能有些编上去没多久几秒钟又传讯给我说。 那个不行，或这样。还有老师，我刚才讲，因为刚另外那个讲者他要讲到那个克里米亚的部分啊，其实包含那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啊，它有些损伤次数好像也被那个大数据把它删掉了，没有去公布了。因为还有美国那个史诺登啊，跑到俄罗斯啊，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现场老师讲解都非常好。就是我专程来现场来听那个各位讲师的研究跟报告。好，谢谢你们，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回馈，哎，谢谢。好的，那在场的观众朋友还有任何的问题吗？有问题都可以举手。Have any question? No? 没有，都没有。看起来是没有。好，那非常感谢讲者精彩的演说。